下就给你拿出来卖。这家有没有良心？有良心哦、喔。完全不想买。真的吗？你、欸、至少有良心哎、欸，你要卖块。二七三次哦。你知道我最有会场最好吃、最会让人感动的食物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而会场，便当节的会场，最让人感动、最会流泪的食物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海端贡丸汤。对啊，海端贡丸汤啊。有啊，上一年我有去啊。上一年是那个便当节，我要去看一下什么好料啊。对对。哦，好。所以有没有良心的狗？你知道让人家吃到海端贡丸汤哭了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你知道什么会哭吗？因为一碗五十块，小个短碗，瑞奇最爱了。对啊。哎，一碗五十，小个短碗。汤就要五十，那你便当最。没有他，没有我跟你讲，他贡丸很多，贡丸要三四个碗也蛮多的，都要四五块呢。人家至少还有良心，最有良心的叫海端贡丸汤，对吧、啊？我平常在外面吃要贵死了，对啊，在便当节里面，你看最便宜的，那不叫会感动到哭吗？对。真的好，真的。我有一年去挖宝。二七三早15:235:14。那个我爱妈在用她用脏话的普通话这样害我难过一下，我想说你会去挖宝，你知道上次那个上次多好的可以签签礼品，然后跟日本人签什么目录啊、那贴纸啊，对啊，当然要签啊，日本的东西就是赞，你还看得一头雾水。然后2029那天问你3:00嘛，对吧？二七三九，在秋山的八车，哎，秋山直接拜拜，秋山直接，今天3:50早再见。一用73673523:00八车，就很有价值。然后再见拜拜，403号车区用啊，906区用快车，403号是顺发就买用啊，花里，然后再见拜拜。